贝多芬对世界带来重大影响。有人说贝多芬是古典音乐界的乐圣，听他的作品可以更了解和感受他的不屈精神，为生活注入正面力量。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32位演艺钢琴家带你进入贝多芬的钢琴世界。今集为我们演奏的钢琴家和曲目有贝多芬，他由作品101开始是写了最后的五首钢琴奏鸣曲。由101开始，我觉得他已经有一些的对新的一种创作手法的探索。这一首里面，我觉得他是其实比较像一首大的幻想性的奏鸣曲。这个更似一首幻想曲的奏鸣曲，这种叫法其实由第十三首和第十四首，第十四就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开始，就那时已经用过了。我觉得其实它这个有很多新颖的地方，都令到整首作品好像一首幻想曲一样。譬如说它的第一乐章是非常之抒情的，我觉得是继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之后，是最为抒情甜美的一首第一乐章。但居然这个还是用奏鸣曲快板曲式而写出来的。所以之所以它会令人估不到它是这样，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写作方面是有一些令人捉摸不定或者疑幻疑真的一些的效果。整个乐章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将它定性为一种在梦幻中对幸福的憧憬，或者对美好的一种沉溺。第二乐章就是一个非常之有力量的、很矫健的一个进行曲。如果第一个是梦境的话，前面第一乐章这个我觉得就好像竞技场一样，有很多很阳光的表现，包罗万象，写得很精干、很洗练。咁我覺得同時有好深刻嘅情感嘅展現啦，同時都有非常之輝煌嘅技巧，咁係我覺得係一個演奏家夢寐以求嘅一首傑作。
細個嗰陣彈，可能彈貝四嘅時候，都係諗住點樣每一個音要彈得靚啦，或者係老師話俾我聽嘅嘢，我都好努力去做好每一個 detail 啦。但係慢慢大個咗之後咧，人生嘅閲歷又多咗啦，咁經驗又多咗啦，聽嘅音樂都多咗，豐富咗。咁所以就算係一首我已經彈咗好耐嘅作品，我都感覺到有一種嘅好似昇華咗嘅感覺喺度啦。咁我覺得貝多芬絕對係好想將佢自己個故事去講俾講俾聽眾聽啦。咁對我嚟講，佢嘅晚期嘅 Sonata， 即係尤其是最尾個三隻，係其實係佢自己嘅對生命嘅睇法啦，一段嘅獨白啦。咁而110，我覺得係比較特別嘅，就係除咗係講佢自己之外咧，佢亦都係好似表達咗對呢個世界嘅一份愛啦，同埋一種包容啦，即係就算好似所有嘢都喺逆境當中啦，佢已經即係聾咗啦。對一個音樂家嚟講，真係係一個噩夢之中嘅噩夢啦。咁但係貝多芬喺呢一首嘅110嘅 Sonata 入面話俾我哋聽，就算即係喺呢一種嘅逆境，佢都可以喺struggle 裡面得到勝利啦，甚至乎係即係佢對就算係好辛苦，但係佢都好包容咯，係啊，用佢嘅愛啦。